一星期一本书，再忙也不忘记充电。我是程浩，今天要和你一起分享的这篇文章叫做哪有什么高情商，不过是懂得共情，作者易水寒。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在文末点赞。天才在左，疯子在右里，有个富有哲理的小故事。有个精神病人以为自己是蘑菇，每天撑着伞蹲在房间角落，不吃不喝，像一只真正的蘑菇。心理学家想了个办法，他也撑着伞蹲在病人旁边。病人好奇地问，你是谁？医生说，我也是蘑菇。病人点点头，继续做他的蘑菇。过了一会儿，医生站起来走动，病人就问，蘑菇怎么能走来走去？医生说，蘑菇当然能走来走去。病人觉得很有道理，也站起来走动。又过了一会儿，医生拿出汉堡吃，病人又问，蘑菇怎么能吃东西？医生理直气壮地说，蘑菇当然能吃东西。病人觉得很对，也开始吃。几周后，病人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虽然他还觉得自己是一只蘑菇。人本主义创始人罗杰斯曾这样定义共情，所谓共情是指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它意味着进入他人的私人认知世界，并完全扎根于此。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各种关系之中，一种关系到底是滋养还是损耗，关键看共情的程度。提到共情能力，脑海中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何炅。《向往的生活》第二季的时候，节目组请来了运动员武大靖和韩天宇。作为运动员，他们因为训练比赛，八九年都未曾回家过年。为了保持身材，他们严格控制体脂，基本不能吃猪肉。对此，很多人可能觉得不以为然。但是当何炅含泪说出这番话的时候，在场的每个人眼眶都湿润了。他说，我对于运动员都是高看一眼的，为什么呢？他们是在绝大多数人忍受不了孤独的情况下，在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带着一个自己根本决定不了的梦想在努力。是啊，为了一个自己决定不了的梦想在努力。俗话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运动员的心酸只有他们自己才会明白。然而细心的何老师早就注意到武大靖那双畸形的脚，这双脚被冰刀磨得伤痕累累，骨节超乎寻常的大，日积月累已经成为身体的一部分了。说这话的时候，何炅的表情太心疼了，仿佛是自己的孩子受伤了一样，几乎要哭了。何炅大概是那种很能感同身受的人，他这种对别人的遭遇感同身受，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并做出积极反馈的行为，就是典型的共情。共情是植根于心底的修养，它需要时间的打磨和岁月的沉淀。一个人共情的程度，体现了他爱这个世界的深度。婚姻好不好，看夫妻的共情能力就知道。在柴米油盐中，归于平淡的婚姻生活中，如果夫妻双方不能共情，大概就只剩下抱怨、指责和冷漠。最近，何洁离婚上了热搜，贺子铭觉得她过于强势，使自己丧失了丈夫应有的家庭地位，尊严扫地。而何洁则认为老公不思进取，把家庭重担全压在她一个人身上，对她丝毫没有半点体贴。和很多不幸的婚姻一样，在生活中，他们不停地在声讨对方，每个人都只看到自己的不易，始终无视对方的付出，
更没有试图去理解和接纳对方的感受及真实需求。其实，一段婚姻走到尽头，夫妻双方都有责任。世上没有两个相同的灵魂，每个人都是拥有独立思想的个体。再爱你的人，也不可能做到凡事都跟你的想法一样。不幸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幸，幸福的婚姻则是相似的。在婚姻生活中，你的共情能力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婚姻的质量。对于包容理解的人来说，差异是吸引力，它成就的是甜蜜的爱情。对于冷漠自私的人来说，差异是杀伤力，是婚姻变质的杀手。只有懂得欣赏对方，尊重对方的感受，感知他们的情感需求，并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理解和关怀，这样的婚姻才能经久不衰。共情能力影响亲子关系的质量。卢梭说过，世上最没用的三种教育方法就是讲道理、发脾气、刻意感动。武志红曾讲过一个咨询案例，一个爸爸为了不让儿子像自己一样高度近视，就禁止他看电视和吃糖。简单粗暴的禁令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道理也讲了，脾气也发了，孩子最后糖也吃了，眼睛也近视了。对此，武志红老师指导这位爸爸使用无条件积极关注的做法，让孩子充分感受到被爱和理解，放下防备，接纳建议。此后，这位爸爸无论孩子做什么，都能从中发现积极因素，把无条件积极关注做到极致。后来他们移民国外，孩子遇到诸多挫败和不适应，这位爸爸更是坚持事事共情，首先关注孩子的遭遇，感同身受，接着寻找原因以及受挫背后带来的动力，然后积极解决。他在亲子关系中的共情做法成为孩子莫大的精神财富。很多时候我们陷入亲子沟通的僵局，往往就是因为我们总是一味去纠正孩子的行为，喋喋不休地讲道理，说教无用的情况下还会打骂，长此以往将严重影响孩子独立人格和情商的发展。孩子陷入负面情绪中时，大脑处于非整合状态，即便你说的再有道理，他也很难听进去，更别说理解和执行。只有在接纳他的情绪后，倾听他的想法，尊重他的感受，才能达到教育的最终目的。良好的亲子关系永远是共情孕育的产物。这正如罗杰斯说的那样，共情是理解另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经历，就好像你是那个人一般。共情还意味着让你所共情的人知道你理解了他，他居于人类共同的心理沉淀，让我们懂得他人，而不是成为他人。共情不是简简单单的对别人表示理解就够了，而是要对他人的非言语行为和深层情感源头做出积极反馈，通过现身说法或者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受来让对方知道你和他的共鸣。当我们明白这点，就会在人际交往中学会与对方的真实感受相连，让对方感到被信任和理解，达到有效沟通。共情多一分，我们离美好就近一点。好了，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文章，不知你是否有所感悟，欢迎在留言区抒发自己的感想。喜欢常浩的声音，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三个声音，在那里常浩会给你带来更多温暖的文字。我们明天见。
We walk to the borders of our town. The weekend's gone, and we're so strange, losing touch once more, long in shadows again. And come the new dawn to believe. And come the new dawn to believe. The trees in all our steps remain frozen to the ground in passing memory.So I know it's not about me. So screw it this time, and I'm so sorry. Despite all of the roses, now hanging threads, handing out scissors. And this is not what we hope to achieve. This is not what you expect of me. Your reasons.Unjudged, unseen, my credibility. Our trains keep running out of time. Our trains keep running out of time. We celebrate living in housesFor a few years, and you're not there. So come some new towns to show. So come some new towns to show. A shallow hole of ways to share. But I'm stuck in traffic at home again. So I know it's not about me.So screw it this time, and I'm so sorry. Despite all of the roses, now hanging threads, handing out scissors. And this is not what we hope to achieve. This is not what you expect of me. Your reasons unjudged, unseen, my credibility.So I know it's not about me. So screw it this time, and I'm so sorry. Despite all of the roses, now hanging threads, handing out scissors. And this is not what we hope to achieve. This is not what you expect of me. Your reasons.Uncharged, unseen, my credibility.